哈塞，平 A 接中锋 ，A 一下 ，A 一下吃药 ，A 一下哈塞，平 A 往前走，平 A， 平 A 接戳接平 A， 那鳄鱼还跟我打，中锋。中风回家，小伙子不要年纪轻轻就中风了，知道吧？我先来个皮海短剑。我来了，给我干他！你回头，我给你打一打，瞅你打个蛤蟆挺费劲的，这你不得帮我赶看赶看，信哥，啊，这你不得帮我赶看赶看，我就这样帮你打野，我搓。一上来一走再戳 A， 你给我中风 A 一走戳一下，哎呀，平 A 一上来 A 一下A 拖一走，一 Q 杀，一 Q 耳裂，这一回来拖一下，他怎么过来了呢？你别跑啊，虽然我一 Q 闪失败了，但是我勇于去尝试，你知道吗？就把中锋拖一下走位，平 A， 平 A 接拖一下接平 A， 插眼平 A， 点燃接中锋，死不死？十五滴血，戳一刀，一上来平 A 接戳一走，戳一刀一走，接中锋，戳一下，完了。哎，这鳄鱼这 W 技能真是不讲道理。刚那个扣空了，最后一个扣，我放风墙探草丛好了，我应该探前面草丛，哎，这波没操作好，这波我的问题，这波探风墙前面草丛一 Q 耳链杀开瘾，然后回头鳄鱼也得死，咱们这波直接双杀，你空扣你也没办法，那鳄鱼没往上走，他往下走了一下，你说谁知道他能往下走，那鳄鱼傻了吧唧的，他怎么220啊，啊，他杀了赵信，
正风，戳一刀 ，A 一 Q 耳裂，平 A 中风。我戳一下，再戳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一 Q 耳裂，再见，戳一下，戳一刀，也中风。我说不打了，我停停。好，他怒气没了。拖一刀移走，一出耳裂，一回来，接中风接大招 ，A 拖 A 一过来 ，A 接拖接平 A， 接中风，接一出耳裂。这鳄鱼这玩意儿真不好打，回家。我想想，我们先出个什么呢？要不要出绿叉呢？算了，打他们俩先出这盾弓吧。凯也应该是个蓝凯，我估计这个。一上来戳一刀，这鳄鱼怎么没了呢？鳄鱼可能找赵信去了。我戳一下平 A， A A 接中风，接大招点炎 ，A 接戳平 A 一走，中风。谁下当了？凯隐下当了，戳一刀平 A， 再戳 A， A A 接中锋 A A E 戳，跟我打兄弟，给我中锋，这鳄鱼兴致勃勃的冲上来找我打，没打过。可以，信哥，你要能杀就算了，你自己杀了吧。不打了，回家了。这影流之镰，这小绿人你不给我杀了他？这小绿人六个人头，凯隐是不是作死 ？Q 闪，你怎么也死了？这小驴人中路打个什么东西？球女是吧？先打个鸡吧。啊，
咱们回家。再来个暴击。1.39 能不能双封？可以啊，好像可以啊。现在我们是1.51秒一个 Q， 不对，正常亚索 Q 最高不是1.3几，我记得，不行，这双峰双不了，我戳一刀。中锋戳一刀 ，A 接戳 ，A 接戳，中锋接大招点人 ，A 接戳，鳄鱼居然不理我，鳄鱼，一扣耳链 W 戳一下。中锋一过来 A 接戳接平 A 一过来 A 接戳接死亡，咋这么多人呢？你少一个是不是这波也双杀？谢谢，我有一个 3D 的头盔。凯隐还没变成，凯隐要变蓝凯，他应该十差不多回家应该变了，他应该10分钟的时候就攒满了，然后等了3-4分钟，这怎么戳不到了呢？这蛤蟆。鳄鱼人呢？这鳄鱼怎么在这里啊？走位不？鳄鱼，这中锋戳 A， 戳 E A 接中锋，漂亮。亚索帅是帅了点，只不过自己还得回去追兵呢。二塔可没了啊，高地可没了啊。中锋一扣耳裂，双锋失败。双锋又失败。你没有弹，你在这儿。这鳄鱼这英雄真是佛了。
双峰怎么失败呢？这双峰有瑕疵啊。是不是离得太近了？这鳄鱼啊，怎么双峰封不出来呢？这双峰攻速够啊，怎么不够呢？这攻速是够的。不是没 Q 出来的时候直接 R， 是 QR 一起摁双峰，明白了吗？再来把双峰，这鳄鱼今天就是我们双峰的木桩，我得给他来个双峰。鳄鱼去哪了？鳄鱼，鳄鱼怎么不见了呢？哎，他从上半段野区消失了。哎呀，不行，这得好好补啊！中风。我居然 Q 闪失败了，我没想到啊！这操作怎么回事呢？这 Q 闪基本上不会失败的 ，Q 闪怎么能失败了？你没睡醒，来个破败吧。漂亮小驴人，MVP 没了，那小驴人杀16个 MVP 肯定没了，那小驴人。他也没补着车，其实丢车属于常态，那职业选手天天丢车。找找这鳄鱼。来了，鳄鱼，鳄鱼搁草丛里边呢。鳄鱼，来，鳄鱼，给我中风！算了，我跑的有点慢。跑的太慢了，这。谁？那我看比赛导播一切镜头就丢车。一抖，给我跳飞，大起来，搓一下，
接中锋一过来 A 点烟一戳一下，戳一刀，那谁还也给我戳的一 Q 耳裂，漂亮。中锋，我操，这死的咋那么快呢？小驴人14.0，那就没办法了。那小驴人确实是有点猛。